求职的旺季，本期祝福你特别报道两位年轻人的创业历程以及在职场上的实战经验，祝福大家生活工作都能靠主得力，大大蒙福。佳音电台最新出版第90期祝福你福音小集，免费提供教会及福音机构团体使用，欢迎教会及小组踊跃索取，多多使用祝福你福音单张，传送来自上帝的爱与祝福。免费索取祝福你福音单张，洽询电话02-2369-9050，转分机70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